上马不要马，上马就全坑可以理解。看我的，不给压力，全是新人，新放度吧。啊，这我应该选那个，哎，无所谓。哎，我怎么用这皮肤了？这皮肤好笨呢。这如果出了问题，别怪我啊，皮肤的问题。已经开始埋下伏笔了吗？这伏笔有点快。漂亮！不要选这种英雄的，我跟你说，俄罗斯种英雄的一定是忍住的，这种英雄一般没人玩。这英雄一般人玩不了。对。别人弹幕都照提醒我，我们有气泡，为什么你们没看见呢？为什么这个是没有气泡？专注于贵神的操作。对，我操作是注意。还好兄弟们提醒我一下，没有。但他那个 IFFFF 按不出来是吧？对，不然的话没有气泡，我按气泡按不出来，我操！那你刚刚为什么会没设置气泡？我不知道啊。但我也 DF 是正常的，我曾经刚刚可能按错了，可能按错了，没事没事，不重要。结果是好的就行。不好打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记忆中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。照片像黑板上的老照片，回忆无数连接。今天啊，别唱了，要死了。我忘词。哇，这波还没击跑啊！我操，在上面。再没击跑，哎，我击跑呢？没抢剑侠，你妈他妈双核接不靠谱。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。在唱什么一段？完全没听过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最后的勇气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我站在沙漠之中，我站在沙漠之中，是这么唱的吗？不是这么唱的吗？好，嬉笑的时间已然过去。不对，唱歌来。嬉笑的时间已然过去，现在开始进入杀戮阶段。啊，你们可能没有玩过密室。密室的话，它很多密室它是分为白天和晚上。白天的时候嘻嘻哈哈，一到晚上恶鬼出没，猛虎下山。天黑请闭眼。天黑了，杀手睁眼了。各位小乖乖们，房门锁好，我要来了。哇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这塔刀，为什么那个刀不补？补了呀，补了，补了！感谢老板送的血瓶，谢谢。谢被动分，谢老板的血瓶。哎，感谢了，现在是老板送礼物得谢，理财的是已经过去了，是老板纯送，你明白吧？好，感谢老板，谢谢了被动分老板送的血瓶，谢谢老板。哎，对。祝老板青春永驻，永远不死。弹一下这个鱼，弹也不弹。
王德昌他贪也不贪，他不贪这局对又很稳，这局上局这个时间点我都已经，我们都已经二杠十五了。上把如果是把队友，你就杀疯了。这把换我也杀疯了，现在起码基本上这个球你都出不来，躲到他爆杀了。少说点话。现在在赌。感谢爱猫吃鱼的鱼，爱吃猫的鱼送的血瓶，谢谢老板。他稳的都过头了，我操！上把嘎嘎死，这把嘎嘎稳。感谢右家的隔周送的糖豆车，谢谢老板。老板流水生财，水到渠成。刚回来，送的血瓶。祝老板永远不死。差不多了。你也就是一匹沙漠骆驼。没听过，忘歌词了，我也忘了。导演，我也虎神会唱。啊，我听虎神唱的。我会唱，忘词了。啊，妈咪妈咪白白红。哦，妈咪妈咪白白红。差不多吧。嗯。啊，妈咪妈咪白白红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你们看起来可能会有点。枯燥乏味，那正常的。但是暴风雨前的临近而已。这几天天天都这么困，看起来。看到我现在都想睡觉，我刚起床的。我也刚起床，眼睛都有点烫了，眼睛都干了。满血死了。感谢暮色森林送的糖豆车。好、啊。老板，天天潇洒，夜夜温柔。我不敢排这个眼，这个逼再这样跟我装，感觉有人哎。感谢我。哎，鬼神还不闪吗？鬼神、哦，可以。还有反杀啊！哇，鬼神！哇，这自信。但是感觉鬼神 A 他一下打开，但是那个球女 A 一下能死吗？五十多滴血。六十滴血，知道。我杀不了他。刚都有点不像本人在玩。他好像是有饼干的，刚才。不知道，他好像有饼干的。他能量不该应该不该够一个 Q 二的了。升级了吗？也没有啊。高大爷也不在，高大爷能二过来。我们打不过，上单来。哎呦，好抬！哎呦，开那个大，没必要啊！这鳄鱼死都死了，开大就吃到了。而且鳄鱼没必要开大了，它已经死了，对吧？没用的东西，不要浪费劲。我血量算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知道。我都没 Q， 我都没 WQ 的。我都认为这个人都是你必拿的。对，太死，螳螂可能复活了，你要小心。我知道。现在复活时间很快。他们这波打起来，他们必输的。可惜的是，峡谷先被抢了，因为他们这波是没二没闪的，他们打起来你知道吧？所以是必输的。嗯。来，屁股转过来。
好这一口，我差点就转过来了，我以为是我。好这一口。这假发太热了，摘了吧，摘了吧。刚刚我这样撑起身，把屁股摘你的。我们差点没反应过来。我抓要一次不死，我们每次啊，每一局啊，要保证一次不死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其实不用去想那个单杀，一次不死的话就加二次，等于是五个单杀。嗯，谢。感谢从此萧郎变什么？萧郎变色狼。感谢老板送的三个血瓶，感谢，谢谢老板，是吧？只要抢了一次不死就行了，一次不死就是五个单杀的，没必要去求单杀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单杀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他加四狗都不要，主要很难单杀，非常难，狗都不要。哎呀，我第一时间补不上伤害，我晕住还是怎么了？我觉得应该让他控掉之后再放 Q 的，但是太远的话控不住，我想追。一并操，心眼术。哎，踢脚小人公公能舔我一下吗？送的血瓶，来踢脚小鬼子。低调，不要张脸，我不行。唉，如果我的脚痒了，你可以帮我抠一下吗？哪里？不用，开玩笑，我只是考验一下你，中心足够。哪里？对原啊，不用不用，对原区的中心足够的，心有数。像你这样的员工 ，OK， 明天帮你安排一个 SPA， 让他帮我抠下脚。他帮你洗脚、哦、那太爽了。不要紧，俄罗斯阵型啊是不怕死的，你也不怕抓，你知道吧？阵型反正一直打线。感谢 L 小神送的血瓶。你去打太快了，抓我，可能没抓，活在梦里。感谢三贵不如彩旗一根送的血瓶。真有这个血瓶吗？送吗？真有这个血瓶。怎么有空血的鳄鱼啊？这尼克吗？哦，没有尼克。操！吓老子一跳，一个空血的鳄鱼差点闪现了。你是不是能杀他？让好吧，闪现肯定能杀，但是我害怕，我说这一个空血怎么会跑我脸上来呢？等他闪现之后再跑。哎呦，这伤还可以啊！太亏这了，我觉得，说说古神不如贵神的一根，但是古神，哎呀，投了，哎呦。一次不死可以加二十，有加二十，一次不死可以加打回来了，有个一。